我是讲无记错哦，你厝是不是有一个格格的哈？哎呀，你小平，我趁你无你做，多多请来去格格。哎呦，唔要讲生笑啦，我是认真的呢。哎，好啦，甲你认真啦，有请，但是唔是一个，是两个，啊，准备代志。 无啦，我是讲爱看吼，你的问题甲我的问题相款无啦。哦，你有啥问题？你的格格是叫你啊？唔是啦，无吼，我特不是吼，我甲所长，这个格格咧，伊咧爱甲我作对咯。那，你想看卖吼，我叫伊做物件，伊就无做。哦，我无叫做的物件，伊偏偏甲我做啊，你看是不是应该骂伊咧哈？那是讲无骂啦，我看早甲把这个格格。 带起来头壳顶呢。哎呀，我知影是啥物问题了啦。你看，你头先讲你的工人的样哦，我过车查某啊，你看呢。但是我是你的工人啊，看你嘛是人无爽，就走了咯。你有听过无？山顶无好叫，山脚无好用啊，难怪你工人安安对你啦。什么山顶，什么山脚？你讲，哎呦，我讲我什么啊？车查某啊，你哟。山顶无好叫，山脚无好用，对。 无错，讲的就是刘小平这款的车查某，吼，这个刘小平啊，食饱上瘾无代志做，冬瓜甲西麦四季咧讲人的是非，讲甲真过瘾哦，啊，就像甲讲徛咧伊的山顶，直直喊，直直叫，啊，咧叫咧咧喊的声咧，佫无清无楚，当然咯，山脚的人淡薄仔拢听无嘛，吼。 就算讲听有哦，啊，伊人嘛当作是臭鱼人，当听无。总讲一句啦，你若要人对你好，你就要先对人好。你若对人无礼貌，人定就是当然对你无客气咯。山顶无好捡，山脚无好用啊。 那听到无？你啊，就好好对厝，反省反省一下啦。啊，你看看好啦，我对厝哦，好些私下甲伊骂啦，看伊好好甲我讲个无啦哈。哈，够是爱骂你啊，真的是牛啊，看到北京也是牛啊，哎，莫甲你讲了啦，哎，导演，开工啦，开工啦吼，开工，来。